社长，这怎么办啊？你放废物！平日里号称天照社战无不胜，现在却让几个人弄得团团乱转，焦头烂额。将所有兵力调集到西塔门前，全力进攻，我却不信攻不下来。是。 知道啊。 社的。
么样？先生，暮云还在里面。不要管他，任务要紧。是。打！就可以出院门了，这帮是什么人？跟他们拼了！硬拼不行，咱们只有三个人，还有尹教授。打！大娘，给救我们来了，我们走。陆长官，英雄，你们来了。陆长官，这位就是尹教授。尹教授，这是我们53区特调处陆长风中校。啊，我们是老朋友了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英雄，这儿太危险了，我们的车辆停在江边的尾档，立刻保护教授离开这里，返回基地。是，陆长官，立刻出发，走。嗯，杜威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你妹妹杜珊，替你照顾好她，照顾一辈子，就当我亲妹妹一样。暮云，对不起。
英雄，对不起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不应该派你们去。为什么不来支援我们？本来就差一步便可以成功，杜威和穆云也不会因此而死。我有我的苦衷啊。什么苦衷比人命还重要？有人走漏了风声，比天照社通风报信，不然。 你们不会那么快就被发现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有人泄密？是谁？杜威死了，苏慕云死了，我要替他们报仇。我要知道是谁泄的密。英雄，请你冷静一点。我最爱的女人和最好的朋友全死了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我怎么冷静？上峰认为这一次没有救出尹万成，已经打草惊蛇。 想再找到天照社，希望很渺茫。命令我们调查科停止一切关于针对天照社的行动。停止行动？难道他们就这样白白牺牲了吗？上峰有命，我不能违抗。这是我暗中调查到的一些线索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如果你想报仇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但是从今以后，你的所有行动都与党国无关，与我无关。 苏慕云在执行这次营救任务之前，也就是结业典礼的那天晚上，曾经前往上海法租界的玫瑰饭店见了一个人。我想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这个中年人是苏慕云的义父，叫苏明山。经上峰的调查，他曾经是国民党复兴社的元老。苏明山，复兴社元老。 你说的啊，全部命中，就奖两个小兔子，拿了。哎哎，好。大爷。 您这身手是军爷吧？什么军爷呀？我是你小爷。来，一人一个啊！谢谢叔叔。玩去吧。谢谢叔叔。走走吧。告诉你啊，回头小爷还来。您别再来了，爷，下次别来了。哎呀，哎，跟上。
哎，洗衣服呢？是啊。哎，出去啊！哎，出去。天气好，晾衣服啊。没错。哎呦，梁妹子，够勤快的，起这么早。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趁着这天气好啊，把那个被子啊、褥子啊都拿出来晾一晾。可不是嘛。要不然过几天啊，就该发霉了。说呢。天冷天热之后，哎呀，晒不了啊，就该发霉了。嗯。 这事儿啊，你别拖着了。老爷请。咱们今天下午啊，就把被子拿来晒一下。行，咱俩一块儿啊。老爷，大少爷就住里面。嗯。哎呦，这，走。哦。 这女的是谁呀？长得真好看啊！放下！我就是看看，你至于吗？你刚才回来的时候，有人跟踪你吗？啊？你这人真有意思。我高雪宝就是一个小老百姓，没事跟踪我干什么呀？嘿，哎，吃饭，老字号的包子，好吃着呢。 首先，谢谢你帮我买了吃的，啊！其次，我要告诉你，虽然我租了你的房子，但不代表你可以随时来打扰我。以后少碰我的东西，这里没你的事了。你怎么就非要我请你出去吗？哎，你嘿嘿嘿，其实。 英雄，英雄，英雄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英雄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妈，我没事。这叫没事儿？到底怎么了？妈，你别担心，我挺好的。你爸给特训班打了电话才知道，你已经结业离开了。你说说。 你为什么回来了却不回家，偏偏又住在这种破地方呢？老黄，备车。哎，老爷，我不回去。你，哎呀，英雄，别跟你爸闹别扭了。等下回家呀，妈妈做全上海最好吃的给你。妈，我说了我不回去，我还有些事没有做完。今天你必须走。堂堂党国重臣，顾主任，是不是又看我哪里不顺眼？这一次是想绑我走？ 还是拿枪逼我走啊！要枪吗？拿去！哎呦，英雄，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呀？从小到大，我没有一件事情让他满意过。哎呦，现在我不吃顾家饭，一样能活。孽障！好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。走！哎呦，老爷，这……快拿着！妈，你保重身体。 你呀！哎！ 啊！
谁啊？哦，有一个叫杜山的姑娘住在这里吗？杜山？哦，她好像去年就搬走了。搬走了？对。您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吗？不知道。哦，谢谢。杜威，挺住！杜威，小心！杜威，杜威！纸，哎呦，啊，我，哦，我，报纸。再说最后一遍，学会敲门，说不准我的枪哪天会走火。哦，好，明白明白。请停，我给你们苏老板送东西来了，打开我看看。你确定要看吗？确定。啊，怎么样？可以可以，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。先生请，谢谢。大哥，对于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？这次张厅长亲自出马，终于把这个案子掐在复兴社手里。张士诚宝藏的价值何止亿万，简直是价值连城啊！在元末农民的领袖当中，张士诚是最为富有的一个，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呀。
这批宝藏是常遇春大军围城之前，张士诚命其弟密率嫡系潜出城外深埋地下的，乃为复国之用。你想一想，该是何等巨大呀！啊，张厅长是个古董迷，家里的古玩字画不计其数，听说仅沉香玉器、翡翠玛瑙，就堆了好几大箱子。这还不算那些字画、瓷器什么的。你想一想，他要是知道了这批宝藏，能轻易放过吗？卑职也听说过，张厅长是个大行家，只要是珍奇古玩，把生一眼便知真假。那是不假呀。社长这招夷为所用，真是高啊！利用法力坦和天照社找到张士诚宝藏，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到时候宝藏不就是咱们的了吗？把值钱的留下，剩下的捡一些粗大笨重不值钱的往上一交，糊弄糊弄就得了。这兵荒马乱的，谁还关心这些古董呢？社长说得太对了，眼下是乱世之秋，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啊。是啊，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谢社长。自我介绍吗？本来我想用匕首结果你，现在看起来不得不用枪了。我能知道为什么要杀我吗？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问吗？在浦口码头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率部下追杀我们？为什么？刚才为你挡刀的叫春生吧？曾经出现在玫瑰酒店，苏慕云那天失约，就是要去见你们，我说的对吗？哼，是的。你还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哼，我这个人没有好奇心，更不要说苏慕云已经死了。我只想知道，你为什么要劫杀我们？为了天照社，为了复兴社。你先把枪放下，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。晚了，不管你是不是回答，今天你都要死！不许动！快救人！他要刺杀苏先生！所有人都不要动！朋友，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自己在做什么。放开苏社长，我给你条生路。您好像很有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连我都不认识，还敢出来混呢？先把你的名号给我报出来。像我这种人，是不可能把真名字随便告诉你的。你为什么要救他？他是个坏人。你说他是坏人，他就是坏人呢？那得经过法律的审判。如果有法律，我还会这样吗？少啰嗦，放了苏社长，其他咱们好商量啊。你以为我想用他做人质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太不了解我，我不需要人质，我只是在想，是杀了他同归于尽，
还是下次再动手。朋友，别冲动啊，千万别冲动。您说得好，那我就听你的吧。喂！圣上，没事吧？给我追！是。只有这一条退路了。哼，我还以为你是警察呢，其实你也是个杀手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警察不会找到杀手的退路，只有杀手才会。你还是老老实实跟我走吧。事到如今，你占了上风，好像只能如此了。我怎么觉着你那么眼熟啊？哦，是吗？行啊，你小子，几年不见长本事了啊！什么几年不见？你是谁？你真不认识我？我是刚子，你中学同学。刚子，你是那刚子？你小子，半天没认出来我啊！是啊，没认出来。快，快追！快走！快给我追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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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那边，快追！别跑！站住！哎，这边！哎，弟兄们，给我追！杀死那个歹徒，别让他跑了！是。甩掉了。今天也真够巧的，怎么碰上你了？你真能狡猾。今天要是没你，我就把苏明山给杀了，知道吗？哎，我说你小子小时候调皮捣蛋也就算了，现在厉害了，成杀人犯了。去你的，你才是杀人犯。咱们怎么着也是个职业杀手。我看没啥区别，都一样。哎，你小子也不是个善茬。记得你小时候老是拔尖的啊，现在成了手子了，怎么练的？这不在这儿练的吗？这儿练的，蒙谁呀你？你啊，一定是进过特训班、培训班之类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为什么要杀苏明山呢？哼，说来话长。这么着，你好好给我讲讲，我请你吃早点。好，我跟你讲讲，你请我吃早餐，走。
来喝点水。哦，别动。好。陈生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对我一直忠心耿耿，我，社长，别说了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这一切我都会记在心里的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亏待你。先生，我，你是好样的。回去后，我要报告张厅长，通令嘉奖你。谢谢社长，大礼在外。顾迎雄这个小畜生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